大家好，我是 Fanny， 今日想借助用呢一个 video 令大家知道工会最新嘅一啲资讯，而呢啲资讯绝对可以帮助我哋容易啲去 pass module 11嘅考试嘅。工会喺上期嘅2023年考试之前咧，就出咗一份 list of current hot topics， 系每一个 module 都有嘅。咁当然啦 ，M11 咧都 include 喺里边啦。咁而里边咧有十个 topics 嘅。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工会喺以前就冇呢一啲咁嘅 hot topics 噶嘛？系咪？除咗上一期有呢个 hot topics 之外咧，其实过去工会都会有一个 seminar 叫做 MPS Module Preparation Seminar， 里边咧都会 grow through 一啲嘅 topics。咁而过往嘅经验咧，多数都系 run 3至5个嘅 topics。当然啦，头先讲紧 MPS 里边嘅 topics， 其实都同Hot Topics 里面呢有一些是一样的，而其中一个呢，你看到这里我都写了，就是 Financial Instrument。 而除了 Financial Instrument 呢，在上一期的 MPS Topics 还有一个叫做 Group Accounting， 因为这个名字实在太阔了，如果你推翻下去这个 Hot Topics 呢，它真的近似什么呢？近似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Business combination 都可以的。所以如果你问我啊，咁佢呢两样嘢有冇重复噶？会唔会有啲 topics 系一样噶？系有嘅。咁但系显唔显示到嗰啲嘅 topics 咧就好重要，一定考呢？嗱，如果又就咁用上一次嘅例子咧，其实系中嘅。头先我讲嗰两样嘢不约而同，佢都有考到嘅。咁明显啲就系 financial instrument 啦。冇咁明顯就係 group 嘅 accounting， 因為 group accounting 會比較闊啊，佢可以講計數又得，佢可以講 concept 又得，係咪？而 group accounting 或者我講嘅 business combinations 啦，呢度寫嘅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 啦，幾乎係一定考噶啦。考試嘅 section A 佢都一定問啲關於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 嘅 topics 嘅題目嘅，爭在佢係問計數啊。计数加写嘢啊，定话全写嘢嘅啫，同埋亦都睇下佢问嘅内容系考紧边一条嘅 standard， 例如系 HKFRS3 嘅 business combinations 啦，考 HKFRS10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 啦，譬如考紧 foreign subsidy 嘅，就即系考紧 HKAS21 啦，啊，定话考 consol 嘅 statement of cash flow 咧，或者考 HKAS28 嘅 investment in associate 啦，同埋 HKFRS11 嘅 joint arrangement。你头先听唔听到我讲话佢一定考？咁即系话根本佢放唔放喺 MPS 嘅 topics， 同埋放唔放喺 hot topics， 你都一定读噶啦。只不过你想喺呢两份嘢里边，可唔可以睇到 detail 佢考啲咩嘢？例如，如果我揸住上期嘅 MPS， 我见到 group accounting。咁我喺度谂，哇，好长噶，佢可以考，系咪？但系如果你揸埋呢一个 hot topics 咧，其实你就会望到，哦，原来呢个 hot topics 咧有 business combinations， 咁即系 HKFRS3。咁而 HKFRS3 里边呢个 topics 里边咧，有一啲系写嘢嘅，咁有啲系计数嘅。咁如果有上堂嘅话咧，我就会再解释噶。例如即系 goodwill 啦，机会率大啲啦，考计数。咁啊写嘢咧，就可能问啲 group 啊，或者问个 acquisition method 啦。咁起码你咪会缩窄咗个范围咯。又望下下边呢度 statement of cash flow， 其实一个 group account 里边都可以系 involve my statement of cash flow 喎。咦，咁呢度咪好似又俾多少少 detail 我哋咯 ？Let's say 如果下一次呢、這个 detail 里边会见到有 disposal of subsidy step acquisition， 咁你咪会知道哦，原来嗰啲系再重点啲咯。仲有你都见到我写咗啲字喺度，咩 question one 啊、question two 啊、question five 啊，呢啲就系喺上期 related to 呢一个 topics 嘅 questions 嚟嘅。加加埋埋咧，呢度都有成60几分嘅，咁即系话喺100分里边有60%嘅嘢都喺呢个 list 见到。咁当然啦，我都要戴下头盔先啊！我唔敢 guarantee 下一期佢会唔会有翻60%，
但是没有六成，有四成都好啊。断股不会这份东西来整蛊你，在里面一样东西都没有的嘛。那就是说呢，它可以将我们温习的内容缩窄了。这十个 topics 呢，不是个个都会考，但是它都考了六个了。而那六个里面有些是冷门的，例如 employee benefits, boring cost, 那些冷门呢都挺难估的嘛，是不是？所以这个 hot topics 呢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令到我们可以缩窄了我们的范围，将一些呢更加重要 related to 考试的 topics 呢温得更加熟练。最后我还有少少的想法，它有些 topics 呢就没有考的。上一期呢，其实 Fair Value Measurements 呢就是 MPS 的 topics 来的，那它都放了在这个 Hot Topics。 那当时呢大家都估啊，这个啊都应该一定考了，但上期就没有考。咦，会不会暗示上期不考就真的来紧那期考呢？还有、哦、Revenue 呢是 Examiner 呢过去都很喜欢考的一个 Topics。 而 Lease 呢都久不久会出现啦，这个会不会有另一个暗示来紧可能会考这两条 standard 呢？去到最后啦，记得啦，今期温习的时候记得找回这个 hot topics, 熟读回里面的内容啦。希望以上的资讯可以帮到你们容易 pass 这个 examination 啦。